Hello 蓝鱼，Hello 丁，还有中楚雄鹿来，Hello 大分享，久不错过你，大家午安，我想瞧一下这个椅子，哎呦。要不要把镜头架开？这里面有东西可以架，没关系，这样就好。本来以为熊妹会起不来，我也觉得我原本会起不来，因为昨天就是，因为我们昨天就是什么，就是不是我昨天一直在睡嘛，对。然后呢，就是后来我们出去以后，我们回来就在睡，就睡得很饱，睡到九点。我们从算七点嘛，还是八点睡到九点。然后我们就今天就很晚睡，这样子没有错。然后我差点爬不起来，十点零几分我才起床，因为原本打算起不来，太累了。Hello 暗红，还有塔瓦哥，其他两位还在睡吗？对，他们睡得很香甜呢，他们都没有起来。反正高文九就会起来，因为他一定要直播。今天讲话怎么那么小声？因为今天这个是，因为今天这是那个高文九他家。Hello QK 南池慕名来 ，Hello 林恩车不差的。因为今天是在那个云爵的老家。哈喽西芹，整个起床整人吧，来个起床整人，我要怎么整？你觉得我要怎么整？哈喽勇哥，起来，起不来可以荧幕开着直播熊冬眠，不行，这样到时候被出镜，不行，这样太废。没有，我们原本是说今天就是来打那个料理的那个 switch， 然后结果高文爵还没有起床，张开法也没有起床，他们两个啊，这样睡得很香甜，可惜不能直播睡觉，对不对？很可怜。Hello 洛克，大家午安，你们吃饱了吗？我刚才已经先开吃了两块披萨，好幸福啊！因为呢，我有点太饿，我就等不及直播，然后我就自己先吃了两个披萨。爵哥的叫声，爵哥没有叫声，他还在睡吧？刚才应该不是，我没有听见他的叫声。还有生气糖，还有田中豆粒王，我现在是最强新人，我要成为最强新人了。还有选羊，大家。午安，不是说要减肥吗？我就这几天，我就觉得增肥了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吃，直接增肥。Hello， 佳阳 ，Hello， 小妹放假，早上还是这么早起？对啊，11点，因为我想说，因为现在不是放假，我想说就提早直播这样，然后下午就可以去 happy 了。然后结果就今天比较累嘛，所以就爬不起来。可是我最后还是有爬起来，11点还好，比上次那个7点还要累。上次7点真的是，下次不排7点，太早了。刚刚觉得张老板还没有起床，就来个床上突袭，先不要。还是我们等11点半的时候，让他们先睡久一点，因为现在天气太冷了。那个书也是小子加高级，没有书啊。这里没有书，这里怎么会有书？觉得这样就很好了。Hello， 佳阳 ，Hello， 昨天玩游戏，铁定有工具人帮你们拿脚架。对，是，对，有人帮我们拿脚架。可是昨天几乎都是控制在那，就是放在哪里，我不知道哎。然后他就找一个地方放，环境好空旷，一举一动都有回音。对啊，因为现在都只有我一个人而已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。Hello， 别问我是谁来捧场了。Hello， 草莓酱，Hello， 你才不会低头。
哎呀，来，比较正常发挥，不会不舒服。好，坤坤，小心别跟爵哥一样变叉叉黑哦。应该不会变叉叉黑了吧？呵呵，还剩几块？四块，我再偷吃一块。我要再偷吃一块披萨，我吃最小块的。好像黏住了。啊，披萨，这个披萨超好吃，而且很香，你知道吗？好意思。等一下，我要去 AP 了。哦，翻桌翻出。因为这个没压得，我妈没压得当脚尖。没压得当酒精，所以没压得都快喝完，他剩一点点，然后他就是推倒就倒了，然后我后面还放了一个那个烤新番薯的饼干，新鲜薯的饼干，三色地瓜脆片来挡。Hello， 11点半突起了，对呀、啊，11点半突起，看，先让他们睡久一点，看他们会不会起床。还有季风亮，虽然我是喜欢看高文爵书，但是应该不行。对呀、啊，不行，不能给你们看，到时候我就被他打了。我说太累，这样子。你们今年还会有尾牙？嗯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不过我蛮喜欢尾牙的，还可以吃，吃尾牙，好赞。你背后好像是因为你是天使，对，我今天发出了那个圣光，是圣光嘛，对不对？温和的光线。今天这个杯啊得撕小。啊，我拿杯子好，我拿马克杯。我觉得马克杯比那个，好聪明哦！我拿了马克杯。马克杯比较好，雪果果不信任。就不会素颜啊！我一定要卸妆，不然我觉得那个脸就是黏哒哒的，就是黏黏的，你知道那个感觉吗？我一直流鼻涕。黏哒哒的感觉不喜欢啊！拿瓶装当脚下，对啊，就是这个。我现在拿马克杯，马克杯比较立。就是滑起来不会掉，而且我刚好充饱电，我的杯啊，好喝，看我们喝到剩这点，我拿这个剩一点点的当我的脚架，至少要拿重一点的。对啊，所以我就拿马克杯了，好聪明哦，懂得变通。Hello， 玉超，午安。要抢瑞典的天使属性了吗？没有要抢，我只是。今天限定，因为今天是周年纪念。嗯，我觉得披萨超好吃，它是什么马芬什么起司的，反正就是烤完然后超香，知道吧？超好吃，你扫兴，看多美味，Hello， 可爱的小庞来捧场了。Hello， 哈哈笑。Hello， 亚洲浩克，熊美是无伤害属性，对，没有错，是一个人间天使，是摇卡披萨，竟然是薄皮。啊，应该它是那种什么，算就是可以微波的那种披萨，微波披萨。然后它吃起来就是薄薄薄皮，然后就它里面真的是超好吃。就是味道有在，然后也有好吃的料，那个什么火腿凤梨，有点像夏威夷披萨，然后还有加那个 cheese， 所以简直超好吃。美味。
哈罗帝都兰来应援。帝都兰这个广场，这个角度蛮高的。你们听到鸡在叫，这个鸡喜欢这个时候叫，很奇怪吧？老郑买卖瓜自卖自夸，我没有自卖自夸好不好？剥的比较快烤熟吧？对啊，因为饼皮没那么厚，可是这种饼皮也很好吃。那你们想鸡在叫？我对这个鸡特别喜爱，不知道它在哪里，可是它在中午在叫，那种鸡不是早上叫吗？喜欢那个鸡。太美味了，好吃。Hello， 提取跟阿翔，喜欢吃脆的人会喜欢，对我蛮喜欢的。我觉得我不管吃什么都蛮喜欢的。熊妹早安，晚安，提取跟阿翔。仓鼠他们那边是晚上在叫，晚上在叫，晚上在叫不是很吵吗？我觉得鸡晚上叫真的太吵，我觉得早上叫还蛮不错的。没有，它现在应该算是中午叫，中午叫蛮不错的，你说对不对？但听到鸡叫现在是少见。对啊，可是我不知道那个鸡养在哪里，蛮好奇的。而且它可以传闻大声，应该就在这附近，说对不对？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昨天玩的 Switch， 就是我们后来玩的那个料理，我们破到几关啊？二只三嘛，还是二只四？是二只五，我也不知道我破到几关。然后他就，因为他不是会移动嘛，移到我们这边就手忙脚乱，那个真的太难。而且因为我第一次，我是来这里我才有玩 Switch， 因为我都没有碰过 Switch， 但是那个按键真的是，就是你知道那个常常那个料理呀、就是我找不到那个地方，然后我就一直拿错东西，然后那个锅子就会起火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要分配状况，料理把我到底有没有保险？他没有保险，就是昨天我们后来玩到一关，然后就是我们三个站不同地方嘛，然后我再在这，我就是要负责切菜的那个，然后送餐这样子，然后他是会动的，然后你知道高文姐就一直丢肉给我，然后那边就一坨肉，然后鸡腿这样子，然后我就。而且他都丢我身上，所以我就要赶快把他丢我才能切。然后你知道我切完以后，我都把他直接往外扔了，我就直接把那个肉往外扔，所以什么都没有拿到。因为我常常就是丢错别的，我也不知道那个他不听我控制，不然就是我就是已经火那个，就是有时候煮意大里面火都起火了，然后我想去关，我就想把因为它拿开嘛，才不会烧火，然后结果每次手上就是拿到些那种什么盘子食材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想把它丢掉，我想去救，结果等我救的时候，那个旁边全部烧光了，然后我那个灭火器，我拿那个灭火器，结果都不能烧，真不知道为什么它怎么可以浇水。但是太难，切完就是，对啊，我就直接把它乱扔，反正就是那个火，它真的是一排烧，对不对？那个真的是，那需要箍在那边，所以我们要分配工作，跳十个小时。我不是游戏的人，不是在乱的那种，专门乱编的游戏。可是最后就是玩久就会慢慢的上手，你知道就懂那个按键，懂那个就是有跟他 get 到没有默契这样子。还好不是现实生活炸出，说明现实生活比较简单呢、因为他不用控制，你知道那个控制那个人呢，我叫他走那边，他不给我走那边，然后去拿其他的东西，就觉得很生气，他都乱拿一通。不过蛮好玩的，原本我们今天要玩的。他们今天要玩的，还可是要等他们起床，不然一个人玩实在太无趣了。还有那个，我们后来还要玩那个跳舞，你知道吗？还要跳舞，
就是 switch 跳。哎，你知道我的分数都是最低的，超难过的。那个他有些那个歌哦，那个动作真的是，那个真的跳久就会累的。现实真的很发发不能飞，然后他是在喝，我不知道，他有可能暴气的时候就扔飞到了，你说是不是？ Hello Danny Wu， 绝不出乎你。Hello 西晴，你真的跳，就是因为我们吃太多，所以就要需要跳动作。然后那个游戏哦，那个这个动作真的是超累的。然后我就是最后一名，8000多分。然后云爵和发发他们两个都在拼上下，就是一个第一名，就是他们两个就是不分上下都有破万。你知道我昨天都没有破万，我最高只有9000而已。就是我当 C 位的时候，我是最高的一次，就是跳三人版本的。我们还要跳 Baby， 嘟嘟嘟嘟嘟，然后那个分数也好低，都不知道为什么，跟他的节拍不一样。Hello， 浩毅来了，最后一秒就比，很难过哎，至少要一个第二名啊，对不对？他们两个太会跳了，真的是，太会跳，哎，张法器是舞王。他其实超会跳的，那这个真的好难啊！兄妹四个，对啊，就是我们跳到一首歌，然后好像是爸爸和云爵喜欢的歌吧，然后我就当上 C 位，因为我选了中间，又想跳中间，中间因为我看那个中间跳的蛮轻松的，就直接卡在那边，因为旁边都是伴舞的，特别累，知道吗？因为昨天跳，所以好多气喘吁吁的，各位，气喘吁吁，啊，继续清一下，气喘吁吁，哈喽阿米哈喽。公鸡，公鸡热情的叫，呱呱呱。还有什么？哦，对 ，Hello， 双眼来了，大家 Hello， 大家午安。我的粉丝团现在没有人了，零个人，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的好威猛，欢迎大家加入买的好威猛，还有那个，欢迎大家来听我的。握手会的合照会，我们可以打耶耶耶耶耶这样子。欢迎大家来找我握手会的合照。Daisy， 你怎么到哪都过？因为我鼻涕特别多，因为这里现在比较冷嘛，南投比较冷。然后呢，我讲就是。就是晚上积蓄了很多，然后就要这样清出来。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天生会过敏，到哪应该都会过敏。错，我手绢推下去，不错，我手绢推下去。多呀，握手绢，欢迎大家来我的握手绢。没阳光，没阳光，真的好讨厌，为什么都没有阳光？欢迎大家加入熊妹的粉丝团，但好威猛就成立不起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好威猛都已经倒闭，现在零个人，好难过，我的好威猛倒闭了，我的联盟没有了 ，so sad。还有20天可以填，对，还有20天可以填，欢迎大家填熊妹的握手券，还有合照会，谢谢大家，我要来。戴这个我的霸道总裁眼镜，蛮适合买的。可是我上次下载过，哇，我的霸道总裁眼镜，酷吧？还是要当 gentleman， 我当 gentleman 好了 ，gentleman， gentleman， 我今天是 gentleman， gentleman。在抽的烟斗。Hello， 大家晚安。
今天是个冷冷的一天，是个美好的一天，是不是今天那个天气就变，就是温度下降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哈喽，膝盖帮海就知道阿哲来捧场了，大家好。然后我们后来还有一个玩一个那个什么，就是一个白白的，你知道那个吗？就是白色的那个人哦。就是很嫩 Q 的那个白色人，有低温特报，就是好像温度很低，对不对？是不是 Switch 有个白色人啊？我不知道那个游戏是什么、欸，不过蛮好笑，就是一个圆，然后他有戴帽子，然后全身都白色，就有点那种小木偶吗？是木偶吗？就是白色的人那一种，那个叫什么游戏、啊？白色的人。然后长得很嫩 Q， 那不知道什么游戏，反正那个蛮好玩的。虽然我昨天都在躺分，如果你们知道那个游戏的话，那个游戏到底叫什么？你们知道吧？就是一个人，然后他就是长得很像那种火柴人，然后他戴帽子，可是他不是火柴，因为他手身体都很粗，就他就是一个身体的形状。不知道哎、欸，你也不知道。还是我去偷偷看那游戏片，去看一下游戏片有什么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那个游戏片没有，全程没有耶、欸，这里没有哎、欸，要看地方吧，要看地方，要看那个电视里面那个游戏。可是我不知道，就是你知道一个白色的，然后还有戴帽，他长得很嫩 Q， 然后他就是要闯关嘛，就是闯那种，就是他自己想办法，就是开那些门或者什么的。就是有两个画，就是一两个画，就是一半电视嘛，然后切画面这样子，然后两个画面这样子，然后就要控制那个人，就是要去闯关，就是全部那个无形的空间，你知道吗？就像无形的空间。谢谢变成新鲜魔术的薰草，没在玩 Switch， 我觉得蛮好玩的，好想买一台。谢猫咪咪送的春，谢家养送的草莓的春，小妹们玩心音，大家玩，买买买！可是那感觉很贵，如果装电视上那个机台的话，现在想吃一个可颂，要把一个可颂挖出来，买买买！可以买 LIT， 如果只要自己玩的话，哦，就是那个机台，就买那个手动机，我都玩任天堂大冒险，哦，任天堂蛮不错的，我都没有买过那种游戏机，你知道吗？之前国小的时候有想买，不知道是 PS 几这样子。我有一台 Switch Lite， 我觉得很够，真的。打开我那样，拿在手上那台就对，拿在手上，继续回来看二中的特辑。二周年特辑是二周年直播，二周年直播。Hello Happy Angel， 绝不错过你长相型，就很方便，而且可以随身携带，对不对？一回来就可能熊妹吃美食，我会吃这个可颂，因为剩下几块，3块。
三块留给张妈妈和高文娟。留给爸爸和云娟。不过 LED 不能接电视哦，所以它是手动，所以电视就要买那种桌上型的一种，就是你有那个机台对不对才可以玩。是我的第一台掌上型，觉得真珍贵的游戏。嗯，感觉很棒啊。好玩好玩。Hello, 草莓酱，草莓酱 ,Hello。嗯，好吃啊。现在不到，现在不是已经涨价，一台不到一万。啊，一台不到一万。降价好啊，因为前阵子不是很疯狂 Switch 嘛，然后大家不都要买，然后就是一直狂涨，而且很贵，一台很贵。没事去松烟玩，你就去松烟玩 Switch 吧，然后去那个找大树里面看有没有 Switch 是吧？等我吃完，我们就可以去找发发和云爵了。我猜他们已经还没有起来，依据我个人的经验。太美味了，欧气！大家晚安，哎呀，继续请命。草莓酱，草莓酱哈，跟你们讲，就是我们三个人群组头贴，昨天又已经换了，我把它换成那个，就是落马的那个，落马的鼻孔和牙齿，是它的侧边角度，落马侧边角，因为我后来昨天看那个照片，觉得它牙齿蛮漂亮，呵呵，然后配上它的鼻孔，是不是很棒啊？对不对？你这么早起也是奇迹，哪有啊？啊，我告诉你，我有谁会这么早起？十一点，或者十二点，或者十点，突然这种时间都很不固定。哦，そうですね。我刚刚看到什么？1024。刚刚谁送我什么大礼物吗？谢谢草莓奖送我草莓。怎么突然这么多？哦，谢谢草莓奖送的礼物。这草莓奖送草莓奖，这草莓奖是有很多个草莓奖。草莓奖是什么礼物？很多草莓。谢谢草莓奖的礼物，谢谢草莓奖。所以草莓奖很贵吗？ Hello, 西哥一般起的是企鹅，落马很会空口水，很可怕。对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喂食物，他就突然他吃完然后就吐了一下，但可是我都没有被喷到，因为我都被他保持住。而且落马真的很凶呢，我猜要是草泥马不怎么会吃，为什么落马会那么会吃？是因为落马很饿吗？都没人喂它吗？还是落马的食量，落马的食量很大，就是草泥马的食量很小。但我们上次去问草泥马，都它都不吃的，到底为什么？还是因为大家都喂它们，是不是？可是我觉得落马，我们头贴那一张落那个白色，它是白色的，长得很美，越看越美。那你今天会念吧？今天会念吧？今天会念吧？
今天难得可以念榜了，落马，我们去找高中学他们玩 ，Let's go， 草泥马不叫落马，没有草泥马是草泥马，落马是落马，草泥马就是很多毛，然后落马就是长得像马一样没有毛，然后牙齿就是龅牙那种，有念过榜吗？有啊，很早之前，不知道是多早，一周年的时候。你叫你的不错吧？是哟。那我们先去丢卫生纸，还是别人？我们去找高人去他们玩。32分的够了，我要叫他起床。我们去找高人去他们玩。看我的圈特们真漂亮。先确定他们是不是，他们一定是素颜，可是我不会拍他们啊。我只是把灯开起来，然后叫了一下这样子。啊，你们很无趣耶、欸！他们起床了啦，真不好，有没有想大叫？直接开灯哦！不要开灯了，怎么样？啊，你们干嘛起床啊？有没有想叫一下？起床了 ，everybody！ 他们起床耶、欸，好无趣哦。没有事情可以玩，太难过了。我们要玩料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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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玩料理。你去开。你确定我要去开？那个是不是很复杂？你确定床起床就不好啊？情趣装睡吧。对啊，情趣装睡吧。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？啊！你们这样太无趣了，你们为什么会起床啊？我有很大声吗？也没有吧。闹钟很大声的。闹钟哦，你们设几点闹钟？你的啦。我的，10点哎、欸。奇怪。不是啊，我刚才起床的时候又没有人起床。你们不是在睡觉吗？半醒了。半醒哦，反正闹钟原来威音这么大。你今天超大声。奇怪。超奇怪的，哪有啊？我觉得10点，因为我11点要直播，没办法。OK 啊，正常。对啊，就是要大声。我10点直播也是9点。对吧？那我要去开 Switch 咯。对哦。啊，我开了。真希望不要开坏。你不要去。不知道，我没有开过，我就凭我的智商来开啊。哼哼，今年熊妹没玩戳戳了。对啊，今年没有玩戳戳，今年没有戳戳了，可以玩戳戳了。还有生气糖，找他们批评。他们说我闹钟很大声，因为我设10点，因为我知道我今天一定起不来，所以设大声一点，不然我就在我的睡梦中，你知道吗？他要做的早餐给他们，你要做的早餐给他们吃。没有，这里已经有3块披萨，还有一个可颂，不错吧？我来研究一下怎么开。它有2个遥控器，他们主要是拿哪一个？电视机吗？还是这个？这是什么？讯号源？应该是这个。不知道，都开好了。谢谢变成星星，你们送的草莓。我来开喽！我真的要开喽！我紧张了。看来我要拿出遥控器，应该不是这一台。他们都交给我这么艰辛的任务，现在，机上，家人是不是？怎么开？我开电视。哦 ，Switch， 这台呢？哦。我开起来了，我怎么厉害啊？没有连接缆线，卷特门已经开起来，然后下去找钢铁门。因为现在是一个没有连接缆线的画面，去找他们求救。对，电视机，哎，钢铁，我电视开了 ，Switch 开了。
然后那个就是没有连接网络那个画面，然后就是网络连接的那个画面。对呀、啊。然后接下来做什么 ？Switch 有插电吗 ？Switch 有插电吗 ？Switch 那个盒子开了。Switch 要接电吗 ？Switch 要接电 ，Switch 怎么接电？就是它后面有一条很长的线。嗯，接线，接到机器的旁边。哦，好，我去看一下。要接线，接到哦，要插插头啦，哎，我懂了啦。嗯，雨薇现在插插头。哪嘞？无讯号。我插头 ，Hello 吴来捧场 ，Hello 郭莹莹。球妹现在做什么？不是呀。哎，刚觉得我插完插头了。你错了。啊，然后嘞？可遥控器有两个哎、欸，红色那个，Switch 的，红色那个，是要按机上还是电视机呀、啊？Switch 有没开机 ？Switch 有开机了，我现在根本就……哦，我会耶，我好棒啊！是这样吗？还是不是？哎，我把电视关掉嘞。妈、嗯！哦，怎么那么复杂？各位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画面，怎么用切换镜头？现在是一个黑画面，这个好艰辛的任务，都要我开啊！你看还是一样，你电视没开了哦，电视没有开哦，电视怎么开？电视要拿遥控器画面。你这么有困难吗？有啊，很困难。可是我看不是电视机开，电视机怎么开？开 ，Hello， 电视机不是开了吗？哎，开了吧，没有开怎么会有画面？要换去 Switch 的。Sora's Mickey 电视机没有开，可是电视机不开，不然怎么没有画面？然后 Switch 不是开了，我还插了插头，然后接下来做什么？换片啊，好复杂！现在是什么复杂的时候？传 HTML 输入，有这么复杂吗 ？HTML 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机上，HDMI 和二，哎，电视。看我的天，他们都不见了。看我开，机上惨了，我卡住了。Switch 开机吗 ？Switch 开机了吗？应该开了吧？要怎么知道他们开机啊？
啊，我开机耶！我好棒哦！哇塞，那么厉害是吗？是这样这样吗？换片，接下来要换片，怎么换片？开这个吗？Game card， 对啊，从这里把难度这么高的事情交给熊妹是可以的吗？可以的吧？你看我已经换画面，给你们看看这个精彩的画面，我真的觉得我好棒。你看，厉害吧 ？Gentlemen， 先要换那个料理的那个，对不对？我先架着，要换卡。他这个，他都把那个精细任务交给熊妹，可是熊妹竟然可以开，我好厉害啊！真的越来越佩服自己。要换那个料理的片片，先特门手很忙。要换这个 overcooked 的 cookie， 先特门需要找一个地方先架着，就拿你们哈。应该带着我的马克笔。嘿，喂。他没有不见嘞、欸，我可爱的画面怎么又不见了？这是有问题吗？应该没有问题、啊。啊，学会开启的熊妹好不好？我可以的，我一定要换完片。谢谢小暗红送掌声咕哩咕哩，我一定要在直播完。开，然后玩一场才行。这是今天的任务，我先加在这里。OK， 我们要学会善加利用。我先开这个盒子，然后把这个拿出来。这个要怎么拿出来？这是直接拿出来的，对。怎么办？好害怕。应该是这样吧。谢谢大象山送的水洗香油，你还是去洗吧。怎么去洗碗？可以，你看我现在在开这个，这个好可怕，这要怎么拿会比较安全呢？这是整个直接拿吗？都没人要救我哎！哦，拿出来了，放心，它不会断掉，真的、哦、不会断掉，不会断对的。然后。要把它放进去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吧。可是里面那一块要怎么拔掉？那里面的那个这个卡卡怎么拿出来？是怎么补的？哎呀，对啊，你怎么拿出来？用手拔哦！谢谢纪伟帮加入我的粉丝团呢，我的粉丝团中有人了，好感动哦！谢谢纪伟帮追踪主播，纪伟帮原本没有追踪我是吗？可是他把我取消掉了。谢谢纪伟帮，就推一下就可以出来，推一下，要怎么推一下？要按一下，推一下，推，怎么推呀、啊？可是它不是卡在里面，要怎么推？等生日，你要等生日，你就等我生日吧。等我生日有点久。推一下，喂，推进去有个机关，推进去有个机关，怎么推进去？对呀、啊，怎么推？他怎么推呀、啊？他卡在那边呢、欸。
啊，怎么办？看熊维诺好像很难。对啊，好像很难耶，它真的很难耶。它有个机关，要不要出来了 ？Hello， 出来好吗，小朋友们？按下去，所以要直接这样按，是这样吗？这样按，这样按吗？看我怎么按。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耶，不得了。怎么帮你？哦天哪 ，I can't believe， 我终于拿出来了，等你。进去吧，小朋友们。哎，哇塞，你到底怎么活到现在的？好怕弄坏，对我也好怕弄坏。哎，你知道我很紧张吗？可是我把它拔出来，看到了吗 ？Just dance。我就是活到现在，你想活到现在不会很困难的，相信我。OK， 哎，我弄起来了，你要去找钢笔。伟弟成功了，按 A 继续，就要拿那个空气，空气在哪里？一个空气，按 A， 怎么用？哎，给你们看看，怎么没有在你旁边辅助？这样好危险。嗯，他们叫我，我开启呀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好棒啊！我成功了，米蒂成功了。好的，继续认真直播。小妹成功了，太感动了，令人感动，可居然玩主过头。对呀，花了好久的时间。对啊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会开了。开起来了，去找高文菊他们玩。高文菊，我开起来了 ，Let's go go go！ 起来起来！起来煮菜，来汤什么叫什么？那个是那句英文叫什么？什么烫的？不知道，突然想讲一个东西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讲。耶，煮菜，然后嘞什么糖佛什么那个的，糖佛 eat， 糖佛 cook。起床，有没有听这个震耳欲聋的声音？弹涂鱼。你要吃弹涂鱼吧，后面有三块披萨。好。我们还要刷牙洗脸，等一下。你先去练习。我先自己一个人。可以一个人玩。可以一个人玩哦。对啊。你按这，就是前面两个。前面两个，然后只按你一个，然后按 A 开始。哦 ，so good！ 我。你可以先按继续，不要从这开始，看我们就。OK， 我要自己先玩了，大家拜拜。可是我要看什么玩，按 L A 键继续。各位，我要继续。按这个吗？不对，我现在取消。
那两只是有多懒？我要开始玩了，大家，我要自己现场直播 live。不要嫌弃，我现在自己现场 live。我要去找一个简单的关卡。这车车怎么开啊？哦，哎，二姿势在哪里啊？这里。好像，那一只手不好控制。二姿势。哎，卡住了。还是二之三好了，二之三在哪里啊？应该没有那么远。我直接看到二之三，哦，二之三在这里。有没有看到我开车的技术？二之三有几颗星？那我玩二之三好了，我就我一个人会忙不过来。要二之三，我们要现场 live， 我一个人好难玩。是不是要拿一个东西架着？啊，不是，啊，我在哪里？我现在干嘛？哦，煮面面，面面在哪里？哎，啊，不对，这关太难了，有没有面面哎？哎，一个人没办法控制它哎。煮面面，可是因为我现在没有食材，我现在过岸拿食材。哎，旁边那位可不可以给我食材？不行，我不能玩这一关，这一关我做不到。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在动？有啊，我自己在动而已，剩下都没人在动，另外一个还没有在动。看来我不能玩他了，就需要分工合作。那怎么重新开始？退出。我去玩一之一好了。居然退出了。因为一个人要做很多人的工作，我去一之一好了。一之一在哪里？Hello， 加油 ！Hello， 又要煮面面吗？我现在一个人没办法煮面面。我现在在找二之一在哪里？我要去一之一的路线，我要往回开。那什么？主选单？王座室？王座室是什么？今天是不是要破到啊？播到破它？没有，今天真的在线上，今天一定要玩一场才对。王座室是干嘛的？哎呦，这里是哪里？我要怎么回走啊？按这里，按这颗。哎，我要怎么回家啊？我不想待在这里了。
超恐怖。超过五分钟就会被香波，要自己露脸哦。超过五分钟被香波，怎么可以让他自己下播呢？当然不行。是不是没选到单人？要怎么选到单人？可是我现在卡在这里耶，我要怎么回家？应该准备脚脚不要跑。对啊，绝哥把姐太过分，我会去睡觉。OK， 感谢你。我现在卡住了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我怎么会在忙做事？我现在一直蹲在这，我现在在蹲马路。我想回家，我不想待在这里，我要去煮菜。忙做事，忙做事是什么东西呀？那我都按了。天哪，有人冒险者吗？放我回去好了。按退出。等一下，等来，要怎么用单的？可是我只有一个控制，我用一个控制器而已啊。不然我去用单的，另外一个。我们至少一定要玩一场。一之一，我到一之一了，那我玩一之一好了。各位觉得如何？好像蛮不错的。玩一之一好了，感觉很难玩。我看我可不可以玩一之一？一之一好像很复杂，不过就玩一个。一之一是在煮生鱼片。可是超过五分钟，为什么没有新手教程吗？我不知道。可是我觉得我也会手慢。啊，要先切鱼，切鱼。我要切鱼喽，大家。另外一个人不会动，应该是我刚按错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熊喵在切鱼，可爱吧？我一个人要做很多事情，然后嘞，鱼，然后拿起来，送餐，那个不知道干嘛。哦，我好棒！然后切虾，嘿，我玩一只一，来给你们看一下熊喵切虾。我一个人好忙哦，我一个人要切鱼、切肉、切虾哎，是不是张华在笑我啊？过来，放下 ，Yeah， so good， 鱼。我一个人很忙，要切鱼、切肉、切虾，你们帮我拿一下好不好？没有，你就帮我拍一次。好，我要切鱼、切肉、切虾。啊，盘子。还不错啊。另外一个不太看。这是谁啊？不知道，我随便乱用。爸爸在笑我。嗨，大家晚早安。一人兼大厨、二厨跟学徒。啊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放下，啊，切虾，你把一次切好，你就把虾子全部丢过去，然后再过去一次切，然后再一次丢过去的。哦，剩下都是鱼，它怎么切那么慢啊？哦，不对，冷静，那可以。还有虾，好，随便鱼，快点，30秒还可以丢到盘子上。
切切切，快快快，快快快，切快一点，切快一点。啊，不是，倒霉的是。好，最后一餐了吧，这个。啊，不对。啊，不对。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拿起来。按，按，好，你可以，你可以去跳楼。哦，去跳楼。我们有楼可以跳。没有楼可以跳，因为这是一之一。还是什么？还是蛮厉害。有啦，哎，有了两颗星，连七个人控制两颗星也蛮厉害的。跳了，不行，画个跳舞。哇塞，一只啊，休息一下。哎，我好厉害哦，我竟然玩了一只。耶、yeah, ！我好棒，我玩成功了。休息一下，各位，我们先退回原点。现在念今天的棒棒好了。一之一，大家看得很高兴啊。Hello 郑源 ，Hello 大象神，大家啊，还有小茄子。纹身有为好了，表示兄妹。哎，可是我觉得料理的很好玩，很有趣，你知道吗？好好闻，有不说可乐没事，大家至少还有两颗星，哎，好厉害！而且你知道，那饼干还是给我乱放一通，真是气死宝宝了，对不对？很有趣，那超好玩的，很有趣。我们来念今天的棒棒好了，卷腿们要念今天的棒棒。今天的第一名是草莓酱，第二名是生气糖，第三名是变成现象一萌心动冲，然后第四名是猫咪咪，第五名是大象山，大象山，谢谢第一名的草莓酱，还有其他大家适合 TTP 一起互背，哎，对啊，蛮适合的。这就是他看团队默契，我们默契蛮好的，就是要分配好工作，知道吗？好了，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来看熊妹直播，好，居民，今天转播一个小时哟。然后下次的直播是2月10号，欢迎大家来找熊妹，拜拜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，さよなら。See you next time. 拜拜，拜拜，大家。吃饭去。拜拜，皮皮哥阿翔。拜拜，拜拜。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，只有一个小时而已。今天播一个小时。拜拜，拜拜，变成新鲜一萌。这周播一次吗？没有。还有2月10号还有直播，没有错，大家拜拜。